好，第16题，来跟 below show 的 vector OR，O 去 R，3i 加 4j，所以 3i 加 4j。unit vector in the direction of OR 的时候，magnitude of OR 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3 square 加4 square 5，所以这一个是1/5。3i 加 4j 就3/5i 加4/5j。好，17题，diagram below show a parallelogram ODEF，然后 OD 是 3i 加 2j，DE 是减5加 3j。So 他要找 DF，这一边是32。So DF 等于 DE 加 EF 减五三加减三减二。OK，它导板就变减，所以减八 E 减八 I 加 J。OK，题目给我 IJ 的话，我做的时候我可以用 column 来做，但是写 final 答案的时候还是要写成 IJ。18题，它给我们 AB 是这一个，然后 A 是 parallel to B。OK，还要我们找出 K 跟 M。所以在这一边，它的这个 a 等于 kb 的时候，6m 减4等于 k25，6 等于 2k，k 等于 3，m 减4等于3乘 5，m 等于15加4，19。好。is given that AB 和 AC 是这一个，所以我们的 BC 呢是 BA 加 AC 减 AB 加 AC 减32加减75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3减7减4。减二加五，五减二三。OK，so 这个是减四 i 加三 j，然后接着它的 magnitude of BC 是减四的 square 加三的 square 五。So 1/5减 4i 加 3j 减 4/5i 加 3/5j AD parallel to BC，BC 是减43，所以 AD 等于 lambda BC。P 减15，所以 lambda 这一个减43，减43。所以我就减15等于3 lambda，lambda 等于减五，P 等于减五乘减四等于20。好，第18题，U 是这一个，是 V 是这个，unit vector in the direction of U，so modulus of U 会是等于这一个三四就五，square root of 3 square 加4 square，unit vector in the direction of U 是1/5，3i 加 4j，就是1/5。它给的是 column vector 34，我们就照样写，
这一个三十，所以它是三百五，四百五。好 ，UV apparent， so U 等于 lambda v， 所以我就有三四等于 lambda 六 k 减一。所以我的三等于六兰达，兰达等于三百六，一百二。四等于一百二 k 减一，八等于 k 减一 ，k 等于九。好，好，这边有两个 vector OA 跟 OB， OK， state OA 五 i 加十二 j， OA 等于五 i。加十二 j， 然后 a b in the term of x y， so a b 啊，嗯， so 在这边我们要找 a b， so a b 等于 a o 加 o b 减 o a。加 OB 减五十二加减三二减五减三减八减十二加二减十减八减十。好，好，第十九题 modulus P 减四 square加三 square，P 加 Q parallel to x axis， so 我们在这边找这个 P 加 Q 减四三加二 k 减二三加 k， 然后 parallel to x axis 的时候呢是这样的。然后它这一个是个就 KI 这样，它有一个有 I 加 0J， 所以它的那个 J 的部分是 0， 所以我的3加 K 等于 0， K 等于 0， 没有 K 等于减3。好，好，二零一五 O P O Q O R， 它给我们这些 P Q R 是 collinear。OK， so 首先呢，我们找 P Q， P Q 呢，它会是等于 O Q 减 O P。然后我们找 QR，QR 是 OR 减 OQ，然后它现在是 collinear， especially in term of k， especially in term of k 的话呢，就是说我的 h 等于 function of k。So 我的 PQ 的情况之下呢 ，OK， 我们就知道 PQ 等于 PO 加 OQ 减 OP 加 OQ， 然后接着它就会变成了 OQ 减 OP。QR 呢是 OR 减 OQ， 不是 OK， OR 呢是 QO 加 OR 减 OQ 加 OR， 所以是 OR 减 OQ。 好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就一减 K，
然后减一，这一个是 h 减一，减五，然后他们 parallel collinear 的话 ，PQ 等于 lambda QR，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，这一个等于 lambda 这个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就有减一等于 lambda 减五 ，lambda 等于减一per减五等于一per五，一减 k 等于一per五 h 减一，然后还要 express h 呢。所以我就五减五 k 等于 h 减一乘五乘五乘五，然后我的 h 等于五减五 k 加一六减五 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三角形 ABC，OK，、okay、然后。那告诉我 AHP 是 2X， AHC 是 3Y，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题目给我们，他还告诉我 AP 图 PB 1比2，这个是 4X， BR to RC 2比1 OK， So 他要我们找 CP C 去 P， So CP 的情况之下呢，会是 CA 加 AP， CA 是减 3Y 加 2X， 2X 减 3Y， 然后他要我们找 CR， 好，我先找 CB， CB 是 CA 加 AB 减 3Y 加 6X， CR 是 1% of CB， 1% of 6X 减 3Y，所以它是 2X 减 Y， 好，然后接着在这边 CR modulus of CR， so 我的这一个 CR 呢，刚刚找到的是 2X 减 Y， 它的 X 是什么？ X 是 2I， Y 呢是减 I 加 4J， 所以我就 4I 加 I 减 4J， 5I 减 4J，然后他要找 modulus of CR 的时候， square root of 5 square 加减4的 square，
五二十五，四四十六，然后它会变成 square root of 四十一。OK， 好，接着它告诉我 CQ 等于 MCP。CQ 等于 MCP， CQ 等于 MCP， CP 刚刚有找到，是这个 2x 减 3y， OK， 所以它是 2mx 减 3my。然后接着 QR 等于 NAR， QR 等于 NAR， AR 我们有吗？ AR 我们只有 CR 了， OK， CR AR AR 是三 y 再加 cr 是二 x 减 y， 二 x 减 y。好，好，在这边这一个是 nar。So 等于 n a c 加 c r 二 x 加二 y， 二 n x 加二 n y， c q q r。 好，我们在这边我们有 c q 跟 q r， c q。C Q Q R C R， 所以我们知道 C R 等于 C Q 加 Q R 这样的一个关系。C R 是什么东西呢？ C R 是那个2x减 y， CQ QR， so 2mx 减 3my 加 2nx 加 2ny， 所以这个是 2m 加 2nx 减 3m 加 2n y， so 2x 减 y， 所以我的二等于 2m 加 2n， e 等于 m 加 m， 减 e 等于减 3m 加 2m， 好，我的 m 等于 n 减 e， equation 1Equation 2，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可以 sub 1 into 2， 我就有减 e 等于减 3n 减 e 加 2n， 减 e 等于减 3n 加 3n 加3加 2n， 减4等于减 n，n 等于4，东西做错了。我刚刚在这一边的时候，那是 AC 的情况之下应该是 3x 2x 加 2y， 减 3m。 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做错了，我应该是把这个搬过去的时候，它不是那个，它应该是一减 n 才对。
所以我就减三加三 n 加二 n 等于减一，二等于五 n，n 等于二倍五。嗯，然后我再 sub n 等于二倍五 into equation 一，我的 m 等于一减二倍五等于三倍五。所以在这一边 m 等于三倍五 ，n 等于二倍五。好，就是这样。